你看你们两个人把客厅弄这么乱，快点收拾。孩子收拾完玩具以后呢，我现在带他去 Target 去转一下，买一点小东西，一些学习上的东西。我也要先买玩具。不买玩具，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感觉好困的样子。我们这边天气稍微有一点点转凉了，我现在是一件 T 恤再加一个背心，然后下面穿了长裤，感觉有点冷了，特别是早晚的时候。送包裹的，哇！看我们家 Annie 好酷啊，搞个墨镜。小女孩长大了，妈妈，她把项链弄在脚上，哈哈，太可爱了。听说这瓶身体乳还挺好用的，试一下。卷笔刀吧，买两个。哇，这个瓷器也好漂亮啊！妈妈看一下。哦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我也是看一下。买两个这个放笔。我们从他带回来，我老公已经在做饭了，看看他做什么好吃的。哦，牛肉炒洋葱吗？炒红葱头。嗯。这种白颜色的干豆会比较好吃一点，嫩一点。蘑菇精，再搅拌一下就搞定了。一个菜好了，我老公就是用蒜头和那个培根起下锅，因为我们家没有肉末了，先倒点油起下锅。哇，有点花椒放在粉丝煲里也好吃哦。我们这边都没有炸，都没有空炸。我们这是娃娃菜，娃娃菜比那个大白菜好吃一点哦。把这些一些不常用的蔬菜就放这个盒子里保鲜起来，效果还挺好的。现在叫我帮他这个系起来，绑那么紧不可以的呀，你等会会痛痛的。
弄松一点。就放了生抽蚝油。够吗？打垃圾。没有辣，没有辣。之前有网友问我们买的是哪一种，就是这一种。我们还有放了两捆，把它吃完算了。我也要吃我妈妈啊！不想吃完干什么？放一点蘑菇精。马上好了，马上好了，你的孩子们都等着吃了。哎，你这是不辣的。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菜，这是羊肚菌鸡汤，粉条薄，我已经开始吃了，豇豆，这个是炒牛肉。弟弟好可爱，你也好可爱。哦，盘子不要放在我头上了，不要掉下来。弟弟，你把我的位置坐了，我坐哪里啊？嗯，我坐这边了啊。我的面条好少。我这一碗剩饭。本来是不想吃的，看来剩了一点点，算算吧，吃掉吧。我也要是把我的面条夹在饭。好，你吃。这里面有三个品种的豇豆，有这个白一点的，还有一个那个绿一点的，还有细一点的。带点面条还有饭，好吃的。你们吃点饭行不行？哎呦，粉条都吃完了，没有了。你们饭不只光是粉条，饭也要吃啊。我弟弟都没，弟弟有这么多，我少一点。这我一根都没有吃呢，都被你们吃完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好啊！先吃完，先吃完，没事。好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今天视频先到这里了，我们吃饭了，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